是什么鬼？这个好啊！哇，下面好多鞋来了呀！哦，来，各位想选哪一个呢？哦，你看了，大众要求五，五已经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我觉得不要随机要求，要绝对跳过的。真的吗？那个，如果要选五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选双面偶像吧。我们选双，对吧？我们应该选 Victoria G 啊！啊！提前给你们打个预告，播放一首。对，随机给大家听一个前奏。开玩笑，开个玩笑，不敢不敢。想得美，想得美。好好，那我们那个就选择一下一吧。不是，我开玩笑。你们想选哪个？我问台上的啊。你们想选哪个？嗯，选五吧，既然他们这么喜欢。好的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谢磊的话题是什么。应该跳双面偶像公演两倍速啊，随机二倍速跳河内舞，下公演从一楼门口背成员上车，那肯定有很多。哇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哇，我有一种即将被背的感觉，我都还没学，但是我感觉你背不起，我完蛋了。我可以跪在那里，你们那个有没有自动申请背人的呀？大家都想垂死挣扎一下。对，好的，那么我们空台准备一下音乐，那我们站开一点吧，准备一下双面偶像的音乐。那就没事，我现场学，或者十八闪的音乐也行，是两两 PK 还是搭一？十八闪也行，十八闪也行，十八闪。他说的是河内，是二倍速的大风。他说的是河内，对啊，我们这条河有些宽啊，有点大呀。怎么办？有点深，突然就觉得是海了。再让哥哥来一首试试。先试着吧，先试着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啊，热身一下。这样给大家，前面站一排不好跳，你前面起。那不行，前辈必须给后辈机会。我们来用 V 字的站位来吧。对，来个。好，这样，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机会吧，好吧？给我们点一首歌，从简单的一点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对。MC Queen 来。演员，你在为难辣条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空台哥哥准备好了吗？大家要开始点歌喽。你们第一首想听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吗？青春不败。算了，你来错公演了，各位。来错公演了。好，那个第一首，我们选吧。我们选吗？我们来吧。来，扎心。我选扎心。嗯，那就扎心吧，扎心。来，二倍速。那你就跟他 PK。你们两个 PK， 不是所有人一起吗？一起嘛，先热个身没关系，就不是要热个场而已嘛。稍等，是这样子的，还怪有礼貌的。就是，假如打个比方哈，假如只有，应该不会。假如只有灵芝一个人不会跳，就没跟上。对，那他不可能把我们所有人都背上去吧？然后。那背一个，好下来，再回来再接一个。哦，没有，大家可以一起。然后他淘汰，他先在旁边待着。然后就总之一定要淘汰到有四个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四个。然后我们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就四个站成一排，起驾。哎，然后送这样子，然后送车的粉丝在旁边放那个猪八戒背媳妇儿的音乐。可是我觉得被背的那个人比较惨呀。反图，我就担心。对，拍出来反图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对吧？那个好像是对赢的人的惩罚，好吗？开始玩了，来吧。那我们还是来，哥哥准备好放音乐吧。先热身吗？就接下来的音轨应该不。我们这个先不算哈，这个我们先感受一下，感受就交给你了，往前。大家的舞蹈功，你在害我。演歌的人，快，一起进。1.5好不好？我都说两两 PK 了，就我们所有人照队形来跳好不好？这个划水划的是。我们所有人照队形来跳好不好？但是看不出啊，我们太少人了耶。对。哦。要不就把后面的给叫上来。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需要把后面的也叫上来。需要说，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，那就是我。那就是我。
我们可不可以把后面的小伙伴也召集上来？对啊，对，然后大家一起按赞尾条。后面的朋友来按赞尾条了，要不要参加一下我们的贝贝环节啊？上班了，他们全部跑了，我觉得。林亚佩回来，林亚佩，你不要以为你逃不掉。真的来了，都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快来来来来来，在这，来了，哇塞，李珊珊一脸骄傲的走了出来，完了，李珊珊，李珊珊来了，重量级选手，你在想什么？找到了一个，要给特写，珊珊上来了，大家就放心了，给珊珊来一首梦想的纸飞，后台只有我们三个人愿意理你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上来了吗？都上来了吗？对，好，来吧，照站位来跳，我们那个点一首别的歌好不好？来。不要太快哦，哥哥。来，我觉得这位最危险的成员点一首吧。来，你点一首，你就可以保住自己。你知道规则吗？你知道规则吗？就是跟不上的。不知道就好，快选。就是不是跟不上的，就是大家请你喝水，是吗？喝饮料。对对对。那我你们点歌吧。我们点吗？他很自信耶。反正我什么都跟不上，你们点吧。李珊珊前排，好巧。啥呀？就是他已经自动就是选择了要被请喝饮料。那我们来首最，那要不然我们就跳重力。你在逗我们吧？我来吧，既然是我们，那就来吧。我已经转怕了，那就来吧。我们两个当裁判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当裁判吧。我们没有两个腰不行。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裁判了。我哎，楼下面刚好两个位置。对吧？我们来裁判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的人是不能。就是你们可以跳轻一点，主动申请，直接进入。拜拜，林芝。那还是重力吧，那个更恼火。不是，下面都留位子给我们了。没有给你，我们可以不转圈，那个位置要钱的。就是大家准备一下重力的站位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不转圈跳吗？站位。二点，那个转圈可不可以？然后来加点难度吧。重力在哪儿呢？我整懵了。来加点难度吧，就所有人都不转圈跳。不转圈跳，就我们不是有疯狂转圈的动作吗？当然要转啊，不转有什么好看的？重力的看点就在转圈，咋在这么前面呢？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哥哥请准备一下重力的。别把麦甩出去了。那小提琴我在。大家拿好麦。不是那个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打伤麦没关系，打伤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嗯，打伤观众我们赔不起啊。那个我们踩线，对对对，走开，这是我的位置。我们商量一下吧。二倍速呢，连歌都听不清。1.5吧，可以吗？先慢慢递进吧，先0.5，再1倍速，再1.5，再2倍速。你在想什么？有点行吧，看控台怎么发挥吧。这套衣服好奇怪哦。坐楼下，一人走向竞技场，尘埃飞扬。还没卸妆，声音大一点吗？灯香当夜照，熙熙攘攘。最后一道让我身体融
好不好？我好痛啊！那个魔举报失败，失败了，台呀，好累，佩佩失败了。佩佩有个站位失败了，累啊，好累啊，好累啊！是你啊，就很累啊，就很累，对，是你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啊，我跳了，我觉得很累啊。叶舒淇第一个动作就错了，被我发现了。还有就我也看到了，还有林佳佩，好了，林佳佩，我们叶舒淇错了好多动作。那个我们结束互相投诉的那个三个人环节，这只是试水。对，我们问一下在下面的各位，看得出谁错吗？请问你们觉得谁是最惨烈的？罗可嘉对不对？罗可嘉对不对？罗可嘉，我跳的，你们有没有良心？天哪，这人心啊都黑了，吓人！他们想让你背我，我怎么就有呢？怎么就？因为你一直说我呀，我不是他、啊，干嘛去？怎么回事？他。等一下，记住，你三三想的还有背人的，你选一个吧。这有个自动送上门。你们俩看起来都很有分量，在我心里。我选择灵芝，徐慧琳。什么？他应该是在站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买一送一，就是背我还得背他，要不然他是。怎么了？做决定了，附属品吗？不是，这是我妹妹，她会不开心，她不开心，她就那不还得背个我？那你先背我嘛。啊，这是我新送的妹妹，她不开心，她会。我没有。人家做决定了。哎，这样你背一个，然后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拖一个。哇，人生赢家。人家决定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你们自己坐车回去吧。你要睡在这儿吗？我就住这儿了，今晚。行。太可怕了。太吓人了。你们的良心呢？都黑了。你们知道自己没有良心啊？跑啥？不是要背来着吗？不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呛到口水了。说实在，这么别气，别气，下班的时候再背吧。不下班了，我今天就住在中台，好吗？我就因为我跳舞太差了，因为我是跳舞最差的，所以我决定今天住在中台，不离开，好好在这里练舞。前辈没事，明天还有公演。对，你明天就直接从这里起来公演，你妆都不用卸了。哇，好赚呀。衣服都不用换，澡都不用洗。头也不用洗了。我觉得我觉都不用，牙都不用刷，然后击掌的时候辛苦。妹妹你又强。有点上头，这个味道有点上头。有点上头。人心啊都黑了。他们的黑了。你们的也没好到哪儿去。这个世界太脏了。我决定我要摇晕过去了。太害怕了。好了，大家有生猪吗？